一挂在边边，我真关上了，我这个妈，他把我给我酒端出来，你这个吃的开点真有次数。今天我真顾顺了，我这个妈了呢，我也顾不出来，这站转也站不住哎。好，别等啊，你别管我的事，我到了头店去管，到了头店去管，让你们看看这是在干嘛。好了，这个是最后搞的那一块，不大是吧？大不大？哦，这。那这个呢？就咱这搞的。看看这在干嘛？冲韭菜，冲韭菜，冲韭菜！哎，哎呀妈！有的说韭菜里边兑药，兑什么药？这井里边抽上来的水，井里边冲上来的水，把这韭菜整个给它冲透了，韭菜根儿冲干净了，韭菜根儿也冲干净了，然后那个韭菜根儿冲干净了，里边呢冲透了，它就不会发热，冲透了就不会发热。感谢朋友们的点赞，谢谢。他搁这干，我在干我的活。每天工人下班了，我在干一点我自己想干的活。看，看我们家这块地，看我们家这块地荒成什么样了。我来开荒来了，我来开荒来了，我来开荒来喽。瞅瞅这地荒的，一天能卖多少斤？2000来斤吧，2000多斤。2000多斤。哎嘿，桑树，各种树啊。把它搞掉。把这树给它搞掉，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呢？一亩地在3000多斤吧，3000多斤吧。瞅瞅我，这是我们家良田，这是花钱租来的地，然后结果给换成这样的。之前种了韭菜苗子，种的那个小的韭菜苗子，我的个乖乖！能不能？这个怎么搞断？这个太粗壮了的，那这长成树了都。哎嘿，瞅瞅。我这来开荒来了，人家都到处开荒，我也来开荒。好了，算了吧，算了，瞅瞅，瞅瞅这树长的，扔那儿去，扔到边上去。长的啥玩意儿啊？什么树都有。
韭菜直播好还是栽的好？嗯，栽的好一点，栽的好一点，栽的好，栽的那个年限管的会更长一点，栽的年限管的会更长一点。我要把这块地给它搞出来，搞出来不行的话，给栽上韭菜也行，是不是？不能地就这么荒着了。哎嘿，看能不能把它根儿给挖上来。妈呀，这只能把根儿给扎断了。挖。种菜也是好的，对呀，这还是花钱租来的地呢。你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人家得骂呀？是不是？人家得骂呀，把地给荒成这个样子了，都长成树了都。所以我把它搞出来，搞出来种地，工人多少钱一天？100，8个小时100。突然发现，我以前看都不管的，现在发现不管好像都不大好了。这其实这块土，这地还可以的，这地还是可以的。土壤种菜的话还是可以的，土壤种菜还是可以的。带你们看看怎么开荒的，人家想要地要不着，我们家这地多的种不完，还是搞锹挖吧，全是小树苗的了，全都是小树苗子，也有韭菜种子，韭菜，也有韭菜苗子，韭菜苗子好细好细的。哎，可不就是种地都好，种点菜都是好的，人家想吃还搞不着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啥玩意儿？妈呀，这是石头啊！怎么还有个石头一样的？好嘞。韭菜是，你们要韭菜要是多的话，还是栽的好；想要产量高的话呢，就是直播的好。产量要想高的话，就是直播的好。娴静姐姐，娴静姐姐中午好。马上快11点了，又到快11点了，也差不多哈。我们家工人10点钟下班，我把人送到家，把菜搞回来，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？这都是什么树啊？都长出树苗子了。会不会有刺？得小心点，这扎着我的手了。这有刺，得小心点，这扎着手了。开荒，开荒，开荒种菜，愣是把这个地荒成这样。哎嘿。
那先把这个地荒成这样。